你倘人怪我无带念手足之情，我会对你无客气。你莫开这下嘴，讲的就是仁义道德、违背良心的话。二兄，你是不是会当莫这么有心机啊？人家讲量大福嘛大，请你想清楚。今麦这个母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而且我绝对袂放弃我对本人的感情。你到时再去试看卖。三公主，我拄则看到二公主气噗噗为你房间走出来，伊来找你创啥？无啦，伊是安慰我的。你免骗我，我看你的表情，我就知影，伊一定是来这耀武扬威，来踢笑你的，对无？三公主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千万不用放弃。只要你认为对的代志，你就放心去做。绝对莫阁改变了，好不好？即摆情形安怎？是啊，真正是哦，无依无束。我顺风即世人头一过煮袂红食，人都无要甲我捧场。你是毋是受什么委屈？啊，当然是李红柱甲迄个臭大哥的，用天宝的性命威胁杨姑娘，叫伊改口径啊，讲一切去告官拢是三红柱的意思啦。啊，真明显嘛，李红柱要害死三红柱，要害伊死啦。所以啊。我甲顺风用一条伤，都一直想办法，想要替杨姑娘解决这件代志。恁两个即摆搁随走一撮，去说服玉凤，叫伊无论安怎，一定爱答应。啥？娘娘，你要叫杨姑娘诬赖三盟主是无爱主使者？嗯，恁两个照我的话去做就对了。哎呦！什么？爱我伫公堂上致敬三皇子，讲我这边会告李皇子，完全是三皇子指使的。是啦，阮公主确实是爱你安尼做。不可能，三皇子对阮全家伙啊，这尔好，我要哪有可能安尼陷害伊、冤枉伊嘞？电公主
是一个这么有智慧、这么有诚心的人，你们哪可能叫我安尼做？我不相信是林凤珠叫我安尼做的，我不相信。杨姑娘，啊，你既然了认为阮公主这么有诚心、这么有智慧，所以伊去你安尼做，一定是伊的用意啦。不管伊什么用意，我都无可能答应的。我今日我若真是安尼做，我们哪对得起阮吴家祖先的？是啦，杨姑娘，你想看卖？你若无照伊安尼做，到时阵李皇子若叫苗通给恁天宝害死，你是要哪对得起恁吴家历代的祖先的？杨姑娘，公主一定是无希望看到天宝因为这件代事失去性命，所以才叫你顺对方意思去做。这嘛是足无奈的啦，也毋过你要好好考虑一下。我答应你。李皇子，这把刀是阮老家的传家之宝，是属下生意，请李皇子唔通弃嫌。既然是传家之宝，就应该好好珍惜。我要来当接受嘞。对我来讲，恁家的传家之宝，唔是这把刀，是文言。啊，是是是，只要哪会当拄到三皇子，小孩家用性命来保证，文言一定是李皇子你的人。希望李皇子以后会当疼痛文言，安尼小孩感觉非常的荣幸。林大人。帮公公告慰。哦，平将。是。李皇子，参见帮公公。小家有交代不周的所在，请帮公公多多包涵。老大人，不用多礼，来府叫扰了。我想，我也应该回宫奉台奉上，而且将过以前所涉的案件发生的代志，也向过奉上禀明，请奉上定断。公公，敢会当加大一工啊？等代志真相代表了，才去回宫呢？真相代表，李皇子的意思是，公公，我身为李皇子。凡夫李玉芳竟然敢告我，身为一个弱女子，有这么大的胆量，这幕后一定是有人主使，也就是讲，这个人一定是幕后阴谋者，都是真正最大恶的元凶。这件代志一定要查清楚，所以请公公监督审案，才袂辜负皇上的期待。明仔载升堂，李皇子为着主审，代志调查一个清楚，我伫边仔监督，以免辜负皇上所托之情。戴林鸾，李玉芳。林怀定，阮案甲你无关，为何你搁回？禀李皇子，楚明兴已逝世，即摆李玉芳伤闻啊搁遐尼严重，我想要伫个身躯边甲伊照顾。也若无，你若想有万一，这个案件永远都无法度了结。李玉芳，公堂之上，我希望你坦白招来，前当日。你用过空白的笑话来侮辱着李皇子，到底幕后是受什么人的指使？跟讲，本皇子仁慈之心，只要你肯讲，我就是会当作你一时的无知受人煽动，我会宽待违怀无追究。
判你无罪，当场释放。哎，你看麦，叫阮讲，敢毋讲是三公主？应该是会知着，为着要救天宝，伊只好安尼做，这就是祖庙的悲苦心。对啦，啊，不过我到今麦就是啥拢无，是安那公主，你叫玉凤姑娘来诬赖这种三公主，较细声的啦，要让大家拢听着，点点啦。李玉凤，你若是唔讲，我就下令将你拖出去处斩。心肝内有啥物话，你着大声讲出来。只要你有坚定的雄心，还佫有决心，所有代志拢做。讲，到底啥物人指使你藐视王法，来陷害本皇子？李玉凤，头壳仰起来，看好清楚。那个人是不是三皇子？李阿讲过，伊会不择手段来对付我，原来是用这招。最后一个机会，都是因为当前你黄家连续遭遇了这么一不幸，苦心替你设想，替你黄家留落来唯一的机会。虽然讲你无限上过李皇子，也毋过李皇子以宽待为怀，绝对袂扣分。只要你照伊的话去做，那呢连苗童一人嘛会遵照李皇子的要求，将恁囝放出来，让恁母仔囝团。当初，其实我想过李洪柱的人是我，是我自己的良心，不是别人，那绝对不是三皇子。我叫着玉凤姑娘，为着要救天宝，会陷了三皇子呢。对啊，那变安尼，但是想好戏头看。李皇子，你想要利用我后生的性命来威胁我？我唔惊，因为我阁有良知，我的良知胜过一切。我的翁婿吴文山，还佮我尔，已经死啊！我不过我相信，因一定会显灵。我更加相信，伊一定会证实我今日凭我家己良心所讲出来的话。不敢，一中好，切记这四字团结。今日我无辜负这四个字，我不过，我想辜负我小孩子的天赋。我相信天宝一定日日夜夜在等待我救伊出来，
我是会安尼啊，我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啊。不过今日，我最爱为着祖坟来牺牲伊的性命。不过，我俩对不起你，我俩把你死落来，却无法度保护你、照顾你。不过你想苦想难，我俩无法度求你出来，想俩无才调，俩无能力，想俩不着，想你我都无听。到底是什么人才有本事，竟然连破梦还俗？哇！你所犯的是国家大罪，任何人都无法度救。红颜相会怎知心叹露水干。
统就甲你收掉。哎呀，陈立甲顺风，唔是伊的对手。忠心，玉皇这世人唔办做过歹代志，现在爱受着这款的折磨，定安尼做对我讲唔公平。我无别项的要求，我干那希望你当替我红色洗清冤枉，把我的红色救出来。我这款的要求敢会受超过？文山，看书你有理有想，请你跟我斗三工，我提保有机会回来我的身躯边。文山，已经救了你的囡仔，文山。陈立顺哦，把握时机。李皇子是你的方向，但过如今罪证已经确定，必须需要秉公处理。来人啊，再将为李皇子押入大牢，安排命令送回京城治罪。是。真正想袂到呢，想袂到你的目屎力量比阮三人加起来力量更加厉害。陈立，你莫甲我滚生笑。无甲你滚生笑，你真正足厉害啦吼！是讲公主啊，是咱玉皇姑娘的目屎会当甲妙通的法术来破解呢？玉皇姑娘流的目屎，有挂念伊的囝天宝的安危，这是做人老母的流的目屎。有思念伊的红尘文山，这是做为母子所流的目屎，还佫有不甘黄老夫人白白牺牲，这是做人的心腹友好的目屎，这一点一滴，拢总是亲情，安尼就会当感动天，会当破除所有妖术。世间上大的力量是甚物？恁知无？敢若一句，就是爱。林公主，啊，即马咱破坏苗通的计划，伊敢会对天宝不利啊？苗通，伊若想要登天，就袂对天宝不利。你放心，伫还未达到目的之前，天宝是袂有危险。公主，啊，山路要变安怎？山路来，都要看三皇子。三弟一向心肝真软，要得到伊的同情，一定要采用爱兵之计。三弟，你赶紧想办法把我救出去！我几天关伫遮，我感觉足艰苦的呢。二兄，我无迄个才调。你所犯的是国家大罪，而
任何人都无法度救你。上帝，你是皇子呢，只要你愿意，你绝对有办法的啦。我规天有困在这，我什么代志都袂当做啊。你到底搁想要创啥？继续危害百姓，还是继续掌握你的兵权，还是继续贪赃枉法？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我是你的二兄咧，我的所作所为，拢袂到你来教死我啦。既然无想要救我，你来这要创啥？我是来问你，你是想做要偷工减料？就因为你安尼做，不还这帮气，才害着遐尼侪无辜的百姓枉死。你敢知影这么外面偌侪乞丐？有的是你心量大白，无钱通医，到最后同款死落一条。二兄，你身为皇室的一份子，财富、权力、地位，你都一项无，是安怎讲要做遐尼侪伤天害理的代志？是安怎？我是为着我家己，我为着我家己。争取国民的待遇，论学识，论武艺，我对上你输人。我这是做太子上好的人选，未来我嘛一定是一国之君。你是在讲啥？父王早就册封大兄为太子，大兄这是皇帝的继承人。你莫当自欺欺人啦！太子当兵，伊真紧就死啊！太子念伊当活人啊！你又袂讲，大兄伊袂死，伊病一定好起来。你只慢慢来等。婆，可是父王，若真正要重新立太子，你是怪你兄。教伦，嘛应该是你接到。卡叔若是要封我，是啊，摕上方宝剑的人不是我，是啊，顶泰山这黑人不是我，这拢应该是太子做，是安那全部交你。原来你是不满这件代志，卡叔真正有去干，你想要做太子，我赶快当让你。那是你家己的想法啦。你敢袂记？细汉的时阵，有一个使者前来进贡，伊送父王一粒千年的灵枣，父王唔敢吃，就将迄粒灵枣交予你。我阁会记，迄时阵你嘛出想要吃，所以我就家己送予你。迄只，我伫咧房间想要吃迄个灵枣。在那个时阵，父王带我入来，伊看到我手里提遐灵枣，计是我对你啊头体来，不分是非，就甲扇两个碎片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我就知影。你知影啥？我知影，要得到上好的物件，一定要靠家己，累积财力，掌握兵权，才会当做一国之君。二兄，你安怎确定父王袂甲太子位传予你？连一个灵枣都唔肯给我，何况是一个国家？是毋是会当做皇帝？对伊来讲，敢真正遐尼重要？这是我理想目标，我只是向这个目标咧行。我安尼做敢唔对？当然唔对，我是对你唔对。敢讲你无理想目标是？我当然有，也毋过无同的是，我的理想，我的目标，绝对袂危害到天下苍生，伤害到富贵百姓。我保证。
朝廷官员互相勾结，贪赃枉法，造成无辜百姓生活困苦，是为国家之耻。好在有找到小坡，涉案的人才予以现行。敬将书听令，即马开始听铁虎的指挥，全力配合义林军的行动，把这些不法之徒全部抓起来，一个也袂当让伊走去。是。老爷，三皇子派兵协助义林军咧四界抓人，听讲已经抓到这个大官的。阿敏，莫怪讲，伊早都唔知影走去底啊。早知影伊是一个贪心怕死的人，李洪祖千不改万不改，将武家这只兵火斩掉，煞将当面这只狗留落来。义林军早晚会找到咱的，你看即马咱是要安怎才好？为着要保住咱的性命，一定要想一个退路。我看，趁人还未查到咱真情，包括阿官，远走他乡。袂用哩，阮呢？袂用走啦。阿婷，离开这不是办法，即马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要勇敢面对问题，才对。你讲了真简单，贪污是爱满门抄斩，这个问题不是咱会当面对的。袂安尼啦。三皇子伊甲我讲过，只要是有心悔改的人，伊拢会给伊机会啊。三皇子敢真正安尼讲过？嗯，我相信三皇子哦，伊是一个讲话算过的人。只要阿爹肯向伊自首，那安尼一定给伊机会啊。都算讲死罪可免，活罪嘛难逃啊。阿爹即马已经有年岁啊，敢讲你阿爹伫家牢内面终其一生啊？你含阿娘年岁拢给你做啊，敢讲你有阿多承受，逐天行行四界都忙的日子是？文言讲了无唔对，咱已经过惯是这种好的生活，迄种多忙的日子，真正是生不如死啊！老爷，三皇子这么喜欢文言，我相信，伊一定会看在文言的面子上饶下咱的啊！三皇子公私混，无可能将李女士情甲这个代志误做伙。我含三皇子的感情是重点，阿爹。重点是你是不是有勇气面对家己的罪过？你是有勇气下定决心要悔改啊？我阿爹，你要赶紧做出一个决定啦！一旦义林军来找到这来，那你所有代志都已经袂赴啊！红颜想孤芳，寂寞痛。是二十八州县的总捕头，会落到这个地步，连饭都无通好吃。想当初，想讲第二王子的，我会当得到荣华富贵，谁知影即马变成安尼？啊！但我即马是要去我故乡啊。师傅，即马官兵四界伫咧抓人，有
归出已经知了。无妙，叫外口才到入来。是。进来。金玲。陈捕头，你敢不是伫个代志爆发进前就先落跑咯？哪会走来五秒通车呢？金玲，即摆外面的官兵四个月了，我要请金玲跟我斗三工，让我来你这避一下风头。等下风头若过，我自然就会离开。九贤宫什么人拢欢迎？就是不欢迎你这只宋家犬。金玲，我不是无所在拢要去，只是奉命要来交了，等待时机开创局面。哈哈哈！陈明，你把我苗通当作三岁囡仔是？等待时机开创新的局面，你在做梦。金玲，唔通无相信。陈兵啊，陈兵，哪咧换我苗通请教你？你奉上的命令，要等待时机开创局面。还佫有啥？当然是，当然是李鸿柱啊。这李鸿柱王关伫个大牢，啊，若你即阵是通缉要犯，恁两个是要如何联手？这，陈兵。我苗通会当看在李鸿柱的面子上，把你收留落来。但不过麻烦你，叫李鸿柱家己来讲。出去。金玲。吴明。甲好出去。是。陈明，文书在讲的话，你有听到？出去。我金玲。出去。出去。甲恁分开，所以才决定要带恁做伙去逃亡。阿母听了恁的话，阿爹知影家己唔对，阿爹若是带恁去过着亡命天涯。烦恼囝兄的日子，这确实不是一个做阿爹应该做的。所以我想想，我应该提起勇气去向三皇主认错。就算讲阿爹会去受到惩罚，阿爹嘛会自己去承担。阿爹这样做唔对，唔是恁，阿爹，我无机会阁甲你讲心内话。只要你会记，无论结果安怎，你永远是阿爹心肝头的一块肉。只要你平安快乐，阿爹就心满意足。
阿爹都得要离开啊！这个酒馆是假大连城，本来阿爹是想要让你做嫁妆，不过今麦想想，应该是无机会看你完成你的终身大事。你甲酒馆挂的，等你甲三盟主若有结果，你就对三盟主回敬。铁兵三皇子，小簿内底记载涉案人员已经全部列着，剩一个陈敏伫咧逃亡。也毋过，小可有信心，伫上底日子一定甲伊列着。也毋过，安怎？伊是毋是阁有啥物话要甲我讲？三皇子，除了陈敏以外，这个案件有可能还阁有其他人无列着，阁有其他人无列着。伊拄则毋是讲，少婆所记录所有的灵魂，拢全部抓起来，无毋对。也毋过，少婆内底有一页完全是空白。空白？真有可能？那就表示有一个人叫伊渡过。对，这拄好，我拄好渡过结束。我是不是应该？向三皇子自首认罪，我若是选择认罪，那你这所有一切，拢会去予朝廷没收充公。不但我的这家，夫人甲文人，恐惊嘛袂当片面，无得靠，都会参照甲李红同款，遭受着可疑的责罚。袂用的，我袂用予因受着这种可疑。天公山。即时提小婆去妈祖庙找林公主，请伊协助调查。是。你无去向三公主自首？文爷，你听阿爹讲，迄小婆内面完全无阿爹的记录，这一定是阿爹对恁的爱感动上天，上天饶下阿爹一命。阿爹要哪会去辜负众生对阿爹的一片心意呢？阿爹，谁人到即阵你还是执迷不悟？迄小婆内面无你的记录，迄是你运气好呢。也毋过三皇子伊若继续调查落去，查办代志一定会知啊。袂啦，只要咱莫讲，无人会知影这件代志。恁一定会替阿爹保守这个秘密啊。夫人，你讲对无？这，夫人，你毋是讲过，毋管我做啥物决定，你一定会支持我。我是有讲过，我一定会保守秘密的。阿爹，你到这阵还是不肯死心，你还知影呢？事出必有因，小婆内面无你的记录，绝对不是上天受到你的感动。早晚有一天，代志还是会出破。
为你，为着你好，你不去讲，我替你讲。文恩，你千万不用去。文恩，阿爹求你，阿爹求你。老爷，你紧起来啊！阿爹，你妈呢？哪里紧起来？乖乖走紧，为着阿爹，为着阿娘，为着这个家。你千万袂去向三皇子检举阿爹。文恩，伊是你的阿爹，就算伊做唔对代志，你嘛袂用安尼做，陷害恁阿爹啊！阿娘，我安尼做并唔是你陷害阿爹呢？你敢知伊即摆处境有阿娘危险无？三皇子，你随时拢有可能查到线索，唔然安尼？因何跟这个案件有关系的人，拢已经给我抓起来。你爱知影哦，就算阿爹已经躲过这一劫，也不过给我抓起遐人，敢有可能放伊煞？没啦，遐人拢已经给我抓起来，因无在条对付阿爹啦。好，我应答应替你保守这个秘密。也不过你爱知影，因果循环，善恶有报。做查某囝，甲恁苦劝到这尔，阿爹，你真正爱甲你想好清楚，认错悔改机会干那一摆，时间若过，就算你后悔嘛，已经未晚。迄天苗通用伊的邪术。甲少婆你完全消失，甲赛玉芳的真情感动上苍。只有是最后这一夜，竟然无法度破解。我咧想，这个不明身份的人，一定是一个关键的人物。啊，你敢无法度复原？无办法。那你讲，咱永远都无法度证实这个人是啥，只会引火于少爷发话。这嘛无一定，替何位？你是不是有问其他的犯人？我问过，也唔过大家拢讲家己是冤枉的，嘛无愿意讲出这个人是啥。安尼，我真烦恼，这个不明身份的人有性命危险。为什么？因为确实，伊若对其他的犯人不闻不问。那呢，就引起他人的不满，所以我明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在上短时间查出这个人是谁。可是，你是一个朝廷通缉的要犯，你竟然敢自投罗网？好，我今晚就把你逮捕归案，替朝廷立功。哼，你真好安怎？竟然将代志背到你耳里。你唔能袂记，这代志你有哪有份啊？尚未当证明，你莫瞎掰啦。这届算你运气好啦，也毋过，假使讲我若将这件代志甲压出来，你赶快来接受制裁。你到底有啥物目的？真简单啦，甲李永柱帮你，我来替你保守这个秘密。可能，
去皇祖是朝廷的重犯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孙女，免哪有才调讲棒就棒。你不是无办法啦，是你爸敢？我看你根本是无迄个胆量。在你要安怎讲拢会用，大家虽然过性命，李皇祖明仔就要押解回京，伊即卖已经无款势，我甲你苦讲，你莫阁甲伊有交差，离伊是愈远愈好。李皇祖这么器重你，你竟然在伊危险的时阵安尼对待伊。你免讲甲袂输，你敢若真讲道义的款。你心肝内咧吃什么算盘，大家拢知知。你根本就是走投无路，少想要放走李皇祖，让伊来保你这条狗命。你，安怎？叫我约着啊吼！在这个组织内面，大家拢是为着你再来勾结。代志一旦若是别空，虽然过性命，还有什么证据同我讲？好，就算讲你无讲道义，也毋过至少你嘛甲我斗相共者。你甲我斗相共，我就袂将迄代志甲压出来。好，你讲。安排我甲李皇祖见面。太医，本大人今仔心情真歹，金华宾馆阿叫来陪我哩。这，你是臭味人，咱进去。是。真正想要饮酒，也是超过伊叫离开，找机会要甲我讲话。拢毋是，是有人要来叫李皇祖。谁？俺毋记你吧？你有一刻的时间，伫这进程你一定要离开，也无到时若出啥代志，我是无可能甲你斗相共。参见李皇祖，你我拢是带罪人，无需要道理。什么代志，值得你冒这么大危险来找我？小可只是要来探望李皇祖而已。你的时间无济，有话就直接讲，无需要等阮细讲。那呢，小可就边讲。小可敢会当借李皇祖一波讲话？李皇祖敢有打算要离开这间牢房？你要救我出去，你敢有这个材料？小可当然无迄个材料。敢讲是孙虎？讲着伊，我拄仔去救伊，伊连插我都要插我。伊是一个乡民多鬼，无讲道义的小人啊！伊竟然讲叫我袂用甲你有任何的瓜葛。伊真正安尼讲？千真万确。好，等我出去，才该算一笔账。讲，有啥物好的方法会当把我救出去？拄则我有听孙女大人伫咧讲，明仔载李皇祖就要押回京城，这是一个真好的大机会啊！也毋过小家的功夫无悬，恐怕还需要人帮助。你是想要找苗通来斗相共是？是啊，也毋过俗话所讲的话，恐惊的苗通袂当作是一回事啊。所以讲俗话要请李皇祖你收书一封，予俗话带往九贤宫。好，这无问题。
我真了解，你是因为走投无路，才会动脑筋想要把我救出。这不要紧，人拢是自私的，无理由的代志，无人愿意做。只要你会当把我救出，将来对你绝对有好处。多谢李永柱，你摕纸笔来。是。刚过来呀、啊！我是抓着李洪柱的信件来，你紧通报军人。李洪柱的信件，你若有在调查到李洪柱的信件，我就叫你请阿爹。这是你讲的。信件摕来，你也无够资格拢去看。你要找死！拢是家己人，是搁咧作啥？啊，你毋是讲伊是一只狗？无对，也毋过伊是一只真忠心的狗。回来。这李洪柱已经无可能有任何的作为，也毋过毕竟伊心怀手软，也搁有利用忌惮。我看也是该救出来。无明，地主在，你全力配合陈明，赶紧把李洪柱救回来。师父，我要做的是，是。哦，你好，对吗？是。车就不要讲啥。李洪柱，请。李兄，你的目睭内敢不有我这个二兄？当然有。不管你做了偌多唔对的代志，你永远是我的二兄。你讲的即马是真心话，也是为着要昭告天下，你是一个真高尚的明君。我讲的拢是真心话。真好，即马你的二兄要被阿辉惊吓治罪，你会当替我做啥物？我讲袂出嘴啊吼，我会用理解啦。非不能为，信不愿违。这笔是我的钱，我绝对让你后悔。妈祖启示录，心有定力，智慧自然产生。人常常被外在环境所影响，是因为定力不够。学佛就是爱定，定用现代话来讲，就是庄敬自强。今麦你的二兄要让阿慧惊吓治罪，你会当替我做啥物？我讲袂出嘴啊吼，我用理解啦。非不能为，信不愿违。这笔是我的钱，我绝对让你后悔。三公主，随风来传达林公主的话。林公主，听讲。三公主啊，阮公主希望三公主把你阿回来林欢，两个人关做一间。这犯人大部分拢是官员，若是两个人关做一间，一定会无法度适应。是到
恐惊朝廷上有真侪人会讲话。唔知林公主安尼做，伊的目的到底是啥？三公主啊，阮公主的目的当然是希望紧从小坡顶头咱看袂到、无抓到人抓回来。三公主啊，你想看卖？啊，一个人关做一间哦，伊就坐踮遐苦苦啊等啦，啊踮遐独孤啦。嗯，啊恁是要抓啥？那是两个人关做一间哦，哦，因加减会开讲对无？因一开讲哦，骨卡都搜出来，咱就抓人。嗯，有道理。是讲哦，烦恼遐尔多。但是想要监听每一个人讲话的内容，恐惊有淡薄困难。三公主啊，你别烦恼啦。讲到耳孔吼，无人比我搁较厉害啦。这件代志交阮来去做就好啊。好，就按照林公主的建议。铁公山，在。这件代志我专权交予你处理。是。李洪祖唔通阁耽误事情，真是一个疯狗妖啊！根本拢无人，你敢唔惊有代志发生是？啥物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讲，这是一个上好隔离环的所在。我是在想，你为何要行这条路？李洪祖，人讲虚虚实实，实实虚虚，那真是有人敢来隔离环，嘛一定会料到我行这条路。所以，上危险的所在，就是上安全的所在。安尼听起来，你真有信心无？当然，不管倒一条路，那真是有人敢来劫灵魂，都是无将我，无将古灵君放在眼内。李公子，请上路。呀！不行！大波涛，世界找无你，你自己送上门。来啊，快点起来！爹，是。阿林，你莫搁伫遐了亏咱啊！真好，安尼乖乖跟我走。我唔是这个意思，我是劝你赶紧逃命。影若无，想要恐吓我？唔是，我是为你好。快点去，别搞我！你走袂去啊！老不朽被见笑你哦！拜托啦，孙龙诶，你从啥？听人开讲啦！听人开讲？嘿啊！牛牛去听一挂甲案件有关的，你啥听人开讲？哎呦，我知啦！牛牛叫阮找线索对无？我当然先听人开讲啊！我真辛苦呢，啊，几啊百个人，两个人关一间，啊，几啊百组，我听到足啊！哦，足我！我知你辛苦啦，啊，请问一下，你到底听着啥物？我跟你讲哦。迄个漳州迄个孙虎啊，对无？人关关对无？对，闪闪啊，烟头啊烟头对无吼？大家真爱伊对无？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伊甲因迄个查某囡仔吼，高高甜，有影无？真正，唔难嘞，因囝嘛甲迄个查某囡仔高高甜，哎呦，阿公阿公，各位，因爸嘛甲迄个查某囡仔高高甜啊，别配。我遐么叫你争伊？拜托的啦，你听一挂甲案件有关的遐无啦？啊，你有想要听无？当然啦。哎呦，你知无？迄个查某囡仔，
生囝呢？什么生囝啦？你这真正是歹做的啦！妞妞，你内面的，等下你看到你就知影，你等下秘密就杀杀叫，我跟你讲。你来听。我来听，我阿你要创啥啦？所以讲我真辛苦，你看伊在怪我。好啦，真辛苦啦，拜托你啦吼。好好听，拜托。哦，算了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我听啦吼，快收听，快去困啦。好啦，好啦。启禀三公主，林公主同知，少婆无咧吸入的新郎人员已经查出来了。是谁？巡抚大人。巡抚大人，忘掉。三公主，三公主。跟他平齐，阁无都当作是正。伊即摆去请巡抚大人来，我要亲身问伊。三公主，也毋过，也毋过啥？巡抚大人昨暗失踪啊！啥？失踪啊？敢毋是逃走？小汉毋知。你只是派人追查，一定要把伊抓回来。是。这是恁之间的恩怨，苗通就无奉陪了。苗通，本来想讲要搬一出戏给你看，来报答你对我救命之恩的。苗主，我看这个戏出，莫苗通就卖看了。请苗主，九贤公家是修行的圣地，希望李公主莫有这百忌讳。苗通先失陪。你这个死鬼挖大饼的乡民得鬼，为什么我关在大牢时你无来救我？启禀李公主，小家无遐尼大权力。哼，凊彩一个借口，就当叫家族离开，放我走，对你来讲是真简单的代志啊。无呢。安尼是犯法来了，犯法！哼，爱你犯法又搁是安怎？你搁当作你即嘛是清官是？若不是你好运，你早就跟我同款，关伫大牢当作犯人同款。搁有这个机会徛起跟我讲话？无唔对，孙大人，你声声句句讲我是只狗。压力嘞，至少我这只狗嘛知影讲要安怎对主人忠心。我看你啊，比只狗还不如啦。大兵，这摆你救家有功，我收赎你一个福利。孙虎大人要安怎处理，好你做决定。感谢李公子，孙虎大人。我看你咱像真看袂起狗，狗其实是真忠心。小阿甘会当请孙武大人亲身体验一下，要安怎做只狗？李兄，这是我最后一摆安尼叫你，以后见面，咱都不是兄弟，是敌人。我会杀死你身躯边所有人。包括你所爱的人，我一定会保护我身躯边的人，包括我所爱的人。天深看雨水重，花香自。孙大人，我看你咱像真看袂起狗。狗其实是真忠心，小阿甘会当请孙武大人亲身体验一下，
要安怎做才够？谭明，你到底是？谭明，靠！也唔紧走。多谢你，洪叔。李洪主，你敢这么简单就要放伊走？拄只苗通敢不是讲，莫伫这个所在北调，伊并无讲外口袂用北调。熟悉了解李洪主你的意思。了解，咱赶紧去做。是。阿爹是走去倒位啊？无道理啊！看怎讲，伊嘛是地方大官，哪有可能无人知去倒位？遐尼啊敏感的时阵，真正要用烦恼死。阿爹，哎呦，拜托你紧转来好无？天明小姐，找到大人啊！伊人伫倒？伫后花园啦。
便背叛你的身躯边。我是安怎会遐尼啊伤心？伊明明都毋是我的阿爹，我只是咧代替文莲哭尔。不过这个时阵，我煞真正感觉，那亲像是我的亲阿爹过身去。敢讲我和文莲已经终做一体啊？是谁来死？是谁来死我的爹？我嘛不知影，这个凶手真正是大胆，竟然连吊灯关完伊嘛敢来。文莲，你放心，我会抓到凶手，为你阿爹报仇。无证无据，凭什么讲五秒通杀死老孙夫？我只是请你协助调查，请你莫误会。哼，讲到这尔好听，三盟主若不是怀疑五秒通，敢会亲身走一撮？今年的消息一向拢真灵通，老大林碧海的代志，我相信你一定有线索会当提供。真歹势，五秒通完全无了解。敢真正是安尼？要心心有宰你，对动机、手法到案发的时间，三盟主你完全无了解，就走来进门五秒通，你安尼做敢对？苗通，不得对三盟主无礼。我苗通偏一个利利，才敢对三皇子如此无礼。三皇子，你若是有掌握着我苗通杀害老孙夫的证据，苗通随时欢迎你来本宫抓人。啊，若无，请你回去。好，只要我找到证据，我就来找你。老孙夫做掉的，这种人留落来伤过危险，咱随时拢有可能被出卖。今日要登泰山祭天，为着避免祭外生机，我着先将庄业丢掉。祭外生机，你安尼做才叫做祭外生机。李皇子，我苗通带了咱过去合作的情分，才甲你收留落来，希望你会当约束自己。莫甲我苗通惹麻烦。禀李皇子，这个苗通愈来愈下摆啊，都予伊继续下摆。我若做皇帝，我绝对予伊好看。红颜旧，孤芳寂寞痛。你遐不是已经押回去家吃，哪会搁要约我见？
进来补，尽快搜救就办。你也未讲着的，特别行多少来？你先过来叫我接你去。你想怎要逃走？大统领，已经死啊！是你个太师。哼哼，唔，也是安尼。孙虎嘛是我太师。你真正这么理性？想要跟我比劫？哼！自细汉到今嘛，你第一摆比劫赢过我，拢无要请家己几两重吼。既然我输，我无话通讲，你动手。你俩做咩台历史？我若是要台历，是真简单的代志，嘛无需要约你来这个荒郊野外。到底想要安怎？做你未完成的代志。什么代志？你捌讲过，交出尚方宝剑，我代替你祭天，然后你返去京城向父王请罪。哼，迄个时阵，我为了天下重新设想，一时叫你骗去。但不过即马，我已经看清楚你的真面目，无可能答应你的要求。我看你的头壳也是无清楚。孙虎的死，只不过是一个警告。你若是不答应，我就继续杀人。孙虎贪赃枉法，死是应该。严哥也够真侪正派人士，会因为你错误的判断，就来牺牲因的性命。我看头壳无清楚的人是你，若是让你做了皇帝。恐惊会死搁较侪人，遐正派人士我真了解。为了正义，就算搁牺牲伊家己的性命，伊嘛绝对徛在我这边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唔答应？我会当卖祭天，我会当把尚方宝剑扭出来。也毋过，迄个人必须爱是一个仁心仁德、会当为百姓造福的人。但是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是你。哼，我知影，你即马暂时无得做决定。安尼啦，你回去好好考虑，过几工才我答复。唔免，我即马就当甲你讲，我无可能答应你的要求。看起来你个性改变真多，即马变甲真有魄力。甲过去完全无共款。我即摆变甲遮尔有魄力，这拢要感谢你，是你让我看清世间的险恶，让我坚定信心，永远坚持正义。二兄，这是我最后一摆安尼叫你，以后见面，咱都不是兄弟。是敌人。我跟你讲，我会杀死你身躯边所有的人，包括你所爱的人。我嘛跟你讲，我一定会保护我身躯边的人，包括我所爱的人。我那爹，这个药款是伊在世的时阵，讲要送我做嫁妆的。迄个时阵，伊阁烦恼讲看袂着我出嫁，想袂到伊真正。文诶，世事难料，你莫太过伤心啊。
我是要来跟你讲，即马凶手还袂抓到，伊的祭天大典还袂完成进程，你绝对袂去待伊。我知影，多谢你。阿上艰苦，较早休困。三房总，伊是小铺内面扛白无分车的人是。我知影，是老大人。不过真可惜，慢了一卡步。我若是会当较早查出来，老大人就袂发生这种代志。这是伊家己做的决定。卡主伊若较早听我的苦劝，心向你自首，无得靠伊这么难过我嘞。三房主，他们会当做是爱草根民族的，你即摆都应该我念起来，我袂反抗。只不过老大人被害，少婆的秘密恐惊永远都无度解开。阮的代志都会过去，莫想遐尼多。多谢你。你休困，我先来走。来去公司看嘛。阮娘姑娘，伊一直昏迷不醒，毋是因为悲伤过头。要死啊！你讲啥？林公主，这到底是安怎？文仁，敢若剩十天的寿命。文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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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清醒啊！文仁，文仁。文仁，文仁，陈立，你暂时只照顾文仁，我甲三房主出来去外口有代志要讲。你看天顶有特别一粒红光的星，迄就是你的本命星。这粒星红光闪烁，生气旺盛。另外，迄一粒是文仁的本命星，迄粒星暗淡无光，随时拢会坠落。现在安尼。当时，苗通甲李皇子联手要对付你的时阵，伊命令文彦去摕着五雷魔神剑，斩断你的尚方宝剑，甚至害你受重伤，有性命危险。文彦非常的自责，为着要救你，所以爱我将恁两个性命共对调，让你会当继续活落去。所以，我性命延续落去。不过文仁，伊煞无命。你无应该答应伊的要求。
你不应该把我们两个人的寿命共交换。卡叔，我若是无安尼做，你若死，我连绝对会对你去。恁两个都无任何一个当活伫这个世界。三皇子，你甲文人好好啊讲，我先告退。天公伯要对我这样子残忍，对你这样子无情。不是，你无需要分地还债。你已经对我真好，我真感谢伊，让我含你熟识。我嘛真感谢伊。予咱两个相爱，虽然时间是很短，也不过我已经尽满足。嘉欣，我就满足了。你死，我一世人，甘永远留伫你身躯边陪伴你。你爱较勇敢，嘛爱较坚强。人生难免总是有离别，也不过我相信，只要咱两个真心相爱。我袂改变，总算是千山万水，英勇两肩。也不过，咱互相关心对方，心嘛袂改变着。千山万水，英勇两肩。刚刚我一世人。大公拢活在思念你的痛苦之中。我会用你，你千万袂用安尼走。我若是死，我的魂魄也不甘离开你。我永远待在你的身躯边。你看伊悲伤，我拢会知影。你看伊，我就替你看伊。你的悲伤，我就对你悲伤。敢讲你真正忍心，看我逐天为着你烦恼艰苦。你这样想我，你一定敢我伤心艰苦，对不？我相信吗？咱今麦应该停休的，是咱最后的日子了。
一定要担心苗通跟我二兄，有滴报仇。咱不今嘛，阮二兄弟阿登去行啥路哩？台西大统领还佮二林军，唔知今嘛人走去倒位。伟弟，你千万袂遐尔冲动。李洪祖遐尔凉毒阴险，你应该小心提防伊啊。若是我拄着，我绝对袂放伊煞，还佮伊个苗通。我即时就派兵啊，去救贤忠，该拄着。不行呢，我拜托你袂安尼做。苗通，苗通，即摆手头有天保做人质，你若讲到救贤忠，那咧天保一定会受到伤害。我嘛真疼痛，天宝这个古锥又阁有害囡仔，也毋过我已经慎重考虑过，我袂当为了天宝一个人，煞来无顾全天下百姓的安危，我绝对袂当让苗通顶泰山这一天，我袂让伊阁摕天宝来威胁我，今日派兵去救贤忠，该拄着。袂咧。你听我讲，你先卖派兵，我拜托你，万里泰山这一天过几落高，反正能够有机会用着天保救出来。拜托你，母女。我答应你，也不过，卡输在顶泰山这天进前，我要先把天宝救出来。那呢，我嘛不得已，只有出兵去救贤忠，甲苗通拄着。文仁，我看你暂时先待在这，好不？对袂帮你煞。俗话讲，拍虎掠贼亲兄弟。伫征服灵王派人追杀李皇子之时，三皇子挺身相救，煞为家己带来性命危险。因两兄弟啊，敢会当躲过这场生死劫的？妈祖开示道：爱用慈眼看待众生。将无形化作有形，将理论化作行动，爱时时刻刻提出咱无去求伊，向会去求伊这款大慈大悲最做的精神，安尼先，方尘也是净土。一粒心，我等看梦想，甲梦双双对对。因阮心肝遐凄凉，夜夜梦里里思念，目眶红，三不五时珠泪干。青春叹无通，歌声的酒里红，伴阮舞步。遥望岁月流转，红颜像孤芳，寂寞惊孤单痛，伊我惦无好坏听风讲，红颜。
咱像花丛，天真伴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念？红颜像孤芳，寂寞痛，孤单痛，伊我惦。风干，红颜像花丛，天真伴露水重，花香自